走进林森钱柜大楼五楼施工场所，手上还拿着烟，站在入口处吞云吐雾，抽完后随手一扔，用脚踩熄，再踢向其他地方。短短20分钟，同样的动作起码做了2次。更早之前，甚至连烟都没踩熄，直接丢地板。这是火警当天五楼监视器，只是没想到几个小时后发生夺命大火。我在啊。怎么会唱到外面失火都不知道，因为消防系统被关闭，而五楼正在进行电梯工程，监视器画面曝光，工人在9:07充电，直到10:52冒出第一道火光，这过程将近2小时，也看出工人的不良习惯。充电的王姓工头27号被检警约谈，10万交保，快步离开，没有回应。电池有使用很久了吗？会不会是有可能是故障？不过原先王姓工头工程只是去储藏室看一下就离开，等到调阅监视器画面才知道他是去充电，而检警勘验发现起火点正好就是插座所在位置。而害人的是林森钱柜早在2个月前就已经关掉警报，因为火警受信总机地区音响被关闭，没有联动紧急广播设备，加上排烟受信总机没有定位，火灾发生排烟闸门就没有开启，5项消防设备全被关掉，消费者等于是拿命在唱歌，到底是谁下令关的，未来也不排除约谈钱柜高层厘清火警真相。三立新闻戴伟成、刘玉锦台北报道。